现金工业化4.0，人工智慧全台发烧。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今仔日发表引进个人自主研发智慧型机器人，多伫金融服务应用领域，提供予大厅顾客使用。甲一般工厂机器人无共款，即个彰化六信所引进的机器人会当家己刷位，甲来宾沟通协调，并且全部拢是由台湾所设计研发。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目前全力投入金融数位化建设，除了提供完善的网络服务以外，为今仔日开始嘛引进全国唯一的智慧型机器人服务，后来到彰化六信的顾客，一入去大门就当得到全新的服务。咱金融业哈，已经进入数位金融化的时代了哈，那这个是一个数位金融的一个产品呐，哦，那我们六信对这个数位金融哈，一向都想加紧脚步来追得上这个数位金融这个脚步，所以说我们才会引进这个数位智慧人工机器人，哦，对我们的业务还是有帮助，可以增加给客户更贴心的一些服务，哦，这是我们六信的为客户，哦，能够做更好的服务。这台智慧型机器人会当提供给顾客金融资讯，甚至会当提供全位的服务。它这台机器人能提供怎么样的服务？它有很多功能哈，它可以来辨识客户啊，又可以来介绍一些金融商品，而且可以来引领客户到柜台，还可以跟客户做一些互动。所以说，那功能很多了。这台是我们全彰化县第一台吗？目前是彰化县第一台，也是整个信用合作社第一台。未来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的分社吗？如果说效果好的话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彰化县政府财政处长表示，透过智慧型机器人会当带动彰化县金融发展，会当提供予其他金融机构来学习。这个未来人工智慧化是未来的趋势啊，那各行各业都朝着这个方面在努力啊，尤其我们这个金融业啊，更需要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站在这个金融的主管机关来讲的话，我们会慢慢的推动人工智慧化的这个自动服务，让加惠啊我们的县民。让我们也欢迎谢谢阿云老出场。欢迎大家光临彰化六信，我是。因为实在上新奇，在启用第一天，真侪顾客甲来宾拢真好奇，甲机器人来翕相，成功拍响智慧型机器人入去金融界第一步。新彰化新闻白明林彰化采访报道。